请进。你去吗？咱俩去吗？我俩走了啊。行行。晚上的时候，辣木发了一个朋友圈，就是四张他跟王鹤棣的合照。啊，因为我们俩也照了很多合照，所以我就等了一会儿，我想说可能等会儿就发我们俩的合照了吧。结果我等到12点也没有等到我们俩的合照。OK， 哥哥不重要了，女大不中留。哥哥挺情绪化的。我去找去，我说走啊哥哥，完了之后我都脱光了，完了就是语气明显是那种想去，但咱俩还再劝两番，没想到咱俩说那行吧，真的，我说哦那行吧，我去找雪晴了。你俩慢点走。哎呀，哥哥来了，龙哥吧，我走去海滩，你教你俩冥想。I'm sorry, I'm sorry. I'm sorry, I'm sorry. I'm sorry, I'm so lonely. 没有用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没有用。啊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宝儿啊！靠你的腰还行吗？啊！拍着了吗？拍着了啊，行，拍着了，需要救护车，快点给我伞呀，咱就看看他的伞就知道有多激烈。三整稀碎，你雪上加霜啊，你这腰啊，就为了纠正我这 I'm sorry I'm sorry。 哎呀，我身体，哎呦，这老腰，你这腰别扶我了，显得我像一个那啥。我刚才坐那一瞬间，我就脑子里啊，是我滑下去一直到底，我脑子里也是，我觉得我完了，在发生那一刻你觉得很慢，没能滑，我跟龙哥谁也追不上，我就感觉都反应不过来，我就觉得我今天必交代在这儿了。我天哪，我和哥哥坐的冥想，你躺着冥想。你怕是明不了了，这想。哇，哎，我要不放点啥吧，你给我俩说。好，现在闭上我们的双眼，去感受我们的身体，吸气，让空气通过你的鼻腔、胸腔、隔膜。这口气有这么长吗？你隔膜是不是？到达你的腹腔，到达你的盆底肌。你才是。吐气，收缩腹部。感受你的脊背一节，挺疼啊！我这脊背刚摔完，就别感受了吧。一节比一节疼，不想了，别想了，别想了，看看海得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起来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我们俩像你的护工。来了，姐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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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仨待在那好快乐呀。不用找一个事情做，就我们仨都知道对方的脑回路是什么，然后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冒犯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感觉人生中比较美好的时刻都是跟自然产生的联系。我以为你说人生中比较美好的时刻跟我俩在一起。不是，那肯定是，就是跟朋友跟自然产生的关系，就比如说当下这一刻。安来到，安来到，海南，海南，很高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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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也怕个连谁在都学的这么像，很高兴，对对，安来到海南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我也是16、17岁就开始一个人，就是到处飞，就那种时候会特别特别特别想爸爸妈妈，好想。我是面试之后，就每个人就给你否定，就我不想再干了啊！真的啊！打电话给妈妈说，我为什么干这个事情？然后我妈也会说，是你自己选的。她就说，那你别做了，回家。我妈也这样说。
他说都是你自己选的吗？对。他说没有人逼你，然后我当时想好像也对哦。我觉得回想起来应该还。对，会是很久以后的一个很好的记忆。在一个暴雨过后的天气，在海边。可能我不一定会记得李雪琴的跟头，但我会记得咱们仨一起在这儿。你一定记得，就是讲的时候就是那边，哎，你记不记得那天咱仨看海说啊，哪一天就李雪琴跟头那边啊，对、哎，想起来了，他给我唱那个，I'm sorry, I'm lonely， 这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都不顺呐、啊，咱呐。帽儿，零阶段任务，我们学习新技能，教我做饭。好耶。任务领取成功。OK， 做个鸡蛋吧。可以。来，尝啊、哦。哇，你要放辣椒了是吗？对，不是害怕那种什么烟会把衣服都弄得很味儿啊什么的。没关系，我们有小法宝，就是我们的方太集成烹饪中心，油烟在很低的位置就已经被吸走啦，一点油烟都跑不掉哦。而且这个是烟灶蒸烤炸一体的，它这个上面呀就是可以炒啊炖呀，然后底下扔这个就可以蒸和烤。哎，这可真的没有什么油烟味哈，完全没有。走吧，我们尝尝吧。好。嗯，要。牧民们，请前往沙滩集合，上前稍息红对话。沙滩集合了，走。余胜，散会。确定没有了吗？没了吧？确定没有了吗？还有，等一下。多余不？你说前面这三行。在讲什么呀？这个，对吧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不怪你弟弟，我都看不懂。总之任务就是这么个任务。下面我们从3W 的角度深度剖析一下这场超时空对话。我第一次听到超时空对话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这个建议特别的 low 且做作，非常的抓马。真的很傻，我就觉得所有人穿成白色的。坐在海边，然后那么多人听着你对着大海自言自语，一个不正常的人才会干这种事儿，这是谁想出来？我就当时觉得我不想去，就是想这个雨再下得大一点吧。因为行为艺术是真的，你在表达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而且表达非常非常珍贵，但是表达的珍贵就在于表达是件不容易的事情，嗯。哇，哎呀，你这能爬上去吧？这台阶儿。我有。你看这个台阶像不像《楚门的世界》最后往上走的时候？对。很多时候真的是表达不出来的，因为你必须要在一个环境 OK， 然后氛围也 OK， 然后时间也 OK 的地方，你才能够真的表达自己。这一次活动是让大家都很舒服的去表达的一个平台，不表达的人是可悲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表达爱。